我是营养，今天来玩点不一样的可以吃的水晶泥。这里有一盒是马牙糖，还有一盒是水晶泥，从外表看真的非常像呢，都是黄色而且是透明的。拆开马牙糖，用勺子舀起来还能拉丝，透明的非常漂亮。再来看看这个水晶泥，如果不是看到盒子上的包装，你们能看得出来这两个一个是糖一个是泥吗？看着马牙糖拉丝效果这么好，加点淀粉来试试看能不能做龙须糖吧。这个要是成功的话，做出来就是可以吃的龙须糖啦。可惜呀，加了淀粉之后马牙糖就不能拉丝了，变成普通的淀粉糖了。你们吃过马牙糖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昨天获奖的宝宝名单是炫儿家族的夏小莫呀。